有人想听佛系少女呢。知道佛系少女是谁唱的吗？是一个我超级喜欢的人唱的，叫冯提莫啊。我是来一每天都是星期七，赖在家里学舒兰林别一杯苏诺伊，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你，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气。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，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。你说你喜欢三女星，而我多了一个鸡，就像 AOODE 去掉一半片萝莉，我在默默等着你，哪怕中年危机，我的爱不过期。你说爱喜欢随便，我就爱上了经历，预知了所有运气，换一次概率拉低，伪装的不在意，哦，假装很佛系，秒杀原唱的存在，嘿嘿。